Go! Yeah! 吉祥要我的先选吧。 大家都选好了自己的袜子啊，把碗交回来，我们上炕，准备开始啊。拿到自己的袜子。你穿两双袜子在这儿干嘛？我们三个。来，第一轮对决的是。你用袜子。只说不用用手对吧？ 那我可以用眼睛去眨，自己的袜子就行。就发了袜子了呀？哎，啥？就是刚刚发的那双。那那那那。哦哦哦啊！不一样啊，有什么不同呢？你凭啥用袜子一直？OK， 来。三，红色的，黄色的。二。一。 这个玩家好奇怪啊，这是有点像在勾心斗角，认真一点，勾角看出来了，勾心倒没看出来，勾心斗角，能比出爱心来感觉，这怎么玩啊？Much much later， 啊，我被干了！ 我记得当时玩这个游戏不是很激烈吗？都翻滚了。对呀，我记得之前玩过吗？好久之前。用力点用手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用手。不可以用手。我听到你的骨头响。好奇怪啊，这个画面。刺激啊，这个。我帮你们把画面挡一下吧。好离谱啊，好发挥一点。 要我加油啊，用力！加油啊，用力啊！出来了，快出来！小花用力，真的。哇！我输了，耶！终于结束了。他出来了。这轮的胜者是。你他妈是左脚啊？我哪只脚啊？不好弄，不是两只脚都可以。三。 二一，开始！不想两只脚。他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脚趾夹。你也有这样是吧？召唤兽吗？召唤兽吗？我要召唤帮手，我要召唤打手。召唤打，威我五十。召唤打手。召唤打手。啊！会不会直接死？那个快！那个威我五十。 快点！你把球给我拿出来啊！你没有抽过，真的没有吗？开玩笑啊！这是你们也没有想过这个画面有没有可能一只脚直接杵到嘴巴里面。一会儿谁要是你玩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就不管输赢了。我今天玩的都是效果，你们要不退下来一半儿？对，退到这儿，那我就看谁。来，生死局都有意思，打好一点，后边路可以吗？可以。 我能去找扶正老师加个铆钉在我的，他们纸上，好，不能用手而已。对呀，不能用手干嘛？啊！哇！兄弟，我都抬不到他脚，慢了，他的脚呢？ 我帮你把你把脚弄过来。哎，你可以把你的袜子再套回去啊。对，你可以往地上杵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很赞助。哎呀，趁削弱啊。他的脚。啊！哦！别往这边。直接跑到这儿是吗？直接生死局，好看的，看见来了，别在水里。 这是我们回合制，回合制。那我先呢？我们回合制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只能就是只能
好搓一下，你这样搓下来就搓下来，搓不下来就那就到我来搓。会玩的，会玩的，就是、啊、就是你把腿、啊、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挺好玩。来吧，对赌生死局，石头剪刀布。我就来玩了，我来就来，就一次，一次给他薅下来，这有意思，这哎不能动。哇、哦，张、哦、哥，然后就完了，石头剪刀布。不 ，nice 啊！他退下来了，退下来了。哇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张哥这样的，张哥一直出石头。张哥，我想看反杀。石头剪刀布。张哥，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哇，掉掉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！你的脚步呢？我再给你来一次机会，要赢了。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脚下发力，你把这个袜子脱了，拿大拇指直接夹不就掉地了？石头剪刀布，布啊！整个脱了，整个这样一夹就掉了，哎，都是要掉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整个戳进去，脚在这儿。猜拳选数字，咱们我能用脚打响指。你，哈哈哈哈哈！亮亮，嘘嘘嘘！我天哪！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布。来，除了你们，轮空。哦，四个。你差不多数。你想的挺美。袜子在翔哥这里。你喜欢数字二号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这二号？因为我说，因为我在里面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没有，我赞同，我赞同，真的，我赞同啊。好的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最后一个，四号。哇！哎，哎，海鲜头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布，布。那就前面那个。一号啊，十八。我是啥？这是啥呀？你还比我贵。我这25块钱。我进我这行不行？我这怎么？我就20块钱。我好像是我给我挡一挡。快，你给我一只脚，我试一下五指袜。还有一只呢。你去试吧。还有五指鞋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弄啊 ？Just you know why you and I will buy and buy。我奇怪。它就像那个工地的手套套在了脚上。等一下，哎，我这样夹着你就扒拉不下来。对呀、啊，我用手来吧，来吧。联盟了，联盟了，你们。那就是。那我先三个题目。我也觉得可以。哪天不早点过来，本来让你过来的。对呀、啊。联盟了，联盟了，你们。有叫你要看我只接受玩生死局，那就那就是预备三二一混战开始。等一下不是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把这个五指袜弄掉啊？对啊，这五指袜对五指袜没有，你感觉你能赢的就五指袜。联盟已经瓦解了，五指袜是最难弄的。不是五指袜说句公道话，五指袜是真不好弄，没有，我们先弄他，只要丁哥脚趾抓起，三个弄一个，行吧，我们俩联盟啊，我们俩，那我们三个，哎，我也觉得，还能看见我，小哥，让我一跑，哎呀，我还想多玩两轮，小哥，好办法，你要不然跟我玩生死局。好，你们俩玩生死局，那你们俩先玩，你们俩先玩去啊！你先跟我玩生死局，对对对，玩。你被别人卖了，你还帮他们数钱呢？玩生死局，我输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没有，不会。没事，那至少我也比你名次靠前一点。呜，你怎么生的死啊？你不是生死吗？你活得太好了，你现在。威我五十，看看实力。快点，快脱一个。好，脱一个。我们这两个太生死了。这个后面还有个防滑胶呢，我看一下。这后面防滑胶，那个防滑胶如果有用，我
我的脚也不会，我也想看看。哇！耶！那我们混战产生了第一位淘汰者，莫名其妙得了第三，耶！原来这关不是你们两个真的联合起来先把五指画弄掉。你怎么会怎么能这样？反正我不在，我随便说。我觉得五指画最难弄。对啊，我可以翻他另外一只脚。我在找时机。没事，山哥，明天起来我们一定找得到。明天起来我们一定找得到。对，你先睡一觉，慢慢来。该你睡了，给张哥，张哥，哇，我们张哥能不能起来？能不能起来？看你了。先干一只下来。你在干嘛啊？这个画面变得奇怪了起来。我这样不知道看的怎么那么奇怪，好像有些星星。逐渐的迷失了。哎，没有，赫尔那个是最好拖的，你们不拖赫尔，因为他们要最后再把我留下，我知道他们。对呀、啊，赫尔这个最好拖。丁哥这个最难拖，但没人弄丁哥。对呀、啊，没有有啊，张哥，张哥弄他。但是我是会帮丁哥的。好难呀、啊！这样吧，十元的布输。这样，威武五十，刚才那小兵猛，可以是吧？防守。威武五十可以召唤防守。好，控住了这波。人呢？腿呢？怎么一直留在脸上了？就是拿那个鱼。好像在杀鱼。对，在杀鱼。抱住了一条鱼，然后那条鱼是鬼王。老板，我就要那条。哎，这条，就那条。抓住他。整个没勾中了。被勾中了，马上就要被控死了。好，哇，怎么解除控制？我进化了，我。哎，三哥破产了。哦，怎么说？有说法了，这波能够转吗？能够转吗？哦，算了，没必要。有嘴巴，可以，可以，来了，宝贝儿，我不信，看他用嘴巴。我来了。哎，五指蛙，我跟你拼了。真的，我觉得打到明天早上都没劲。这样吧，要不咱们都拖到一半。对，都拖到一半吧。不行，船袜不能拖，我重铸船袜最后的荣光。天不生船袜，哎呦，老板。好。天不生船袜，时代峰峻，袜子界万古如长夜。过来，快过来。人下去了，快过来。我对你是好的，我让你快过来。过来，可以请帮手，可以请帮手，为我示范。打掩护，打掩护，叶双鹰，过来，万子剑，叶双鹰，剪刀脚腿，剪刀脚腿，剪刀脚腿。后盾，确实他在跳爵士吗？加油！哎呀，趁张哥不注意，就把他袜子脚下来。船袜怎么那么难脱？哎，什么袜子掉了？哎，我怎么袜子飞了？张哥，我们俩就别动。有说法了，这他妈是太痒了！你怎么又来了？勾住了，他没了！哇，被脱掉了，差点。哦，折叠反杀！
我勾住了，我勾住了，要开大，开大，不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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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。张哥，也来了，直播也来了，不是，张哥做好了戏演，直播强行，直播大哥属于黄战士开大，这波，这波，我觉得弄到他们嘴上是不现实的，弄到我们嘴是现实。哎呀呀呀！我们好强的氛围状态。哇，张哥打了一套 AOE。哇。Much later。你们的脚能长根针出来吗？我能不能把指甲剪一剪，剪根针出来？我想剪一个这样的指甲，现在能满足我。看看这里有个缝。耶、yeah, ！我感、yeah. 感受到强劲的力量。快啊！没救了，我再来加几下。还差一点。搓搓搓搓。啊！哎，丁哥来了来了。哦。张哥的张哥是不是也可以复原？好乱呀、啊！好乱呀、啊！别人问你这样子，我怎么想？好乱！我特别乱。他的腿怎么那么灵活？他是做了什么兼职？帮别人踩背？还有一种玩法。好热呀！还有这玩法，怎么玩？你这短裤啊？你干嘛？我绑住啊！绑住！有说法直播？这时候我已经摆了。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第三？赶紧摆，摆了，快快快！摆了吃饭，摆了吃饭。摆了好久了。那我来帮你。有20分钟了吧？啊，要结束了，自杀三英战旅。哇，如果是亚轩哥哥的话，一定。哇哦！哇哦！张哥，厉害！张哥，直接 remake， 加油！这场男人的争斗，加油你们俩！啊，今天怎么都不可能是。有没有场外控制啊？我只怕有啊。咱们都垮一半就好了。我也是垮一半，垮一半吧。这一样的。他跟我闹呢。我放这儿，你放那儿是吧？我就放这儿吧。不，你放下。兄弟们，快点把饭都闹呢。好，我输了。好，对，输了。对，输了。没事，就这样，能这样。不，我直接把这个布投上。哦，等你。两击翻转。No！ 耶！别玩了，别。好好好。嗯，我冰哥守在哪？完了，吓人了。OK， 不能让客赢啊！我要干嘛？哎呀，害怕死了我！我太害怕了，好吓人啊！他们俩战争好激烈，可以挠痒吗？哇，无知化好赖皮！无知化，这样都受不了吗？他无知化，他甚至……哎，这样，我们开启一个那你们后面的老师对战队。那我站，我站丁哥，我就生死决战。每个人都有，主要是五指袜太赖皮了，五指袜太赖皮了，来吧，我站五指袜，还真勾不下来，我刚刚打没的，你看自己扒了这来的，这样就能勾下来的。你说来我试一下，你不勾进去吗？你勾进去我打下来的。天空是微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真的真的，你也拉上去倒钩，我也拉上去装。生死局了，生死局来吧，生死局，石头剪刀布，一，那我赌二一。哎，你的腿能不能？我要是这样子给我观察一轮，我也转。他按住我，不是，你都这样了还按住？你别按住了，别按住啊！那我站丁哥吧，我就站克尔。Yes， 克尔划拳运气好，我买丁哥。我买赫尔，我买赫尔。他五指袜只要一直这么抠着，打死都下不来。痛啊！对不起，石头剪刀布。好像腿毛啊！就这一次了，看到吗？我赌丁哥吧，已经发不了了。开始了，完了，记了，兄弟们，明天再见。哎呀，让我们恭喜丁晨曦。Yes。吹响反击的号角，石头剪刀布，呀，来，把你的脚立起来。丁哥，你可以把那个脚趾抠下，看看能不能夹。你开心。哈哈哈！哥，你的脚怎么不灵活呀？石头剪刀布。游戏结束。啊！输了，怎么解释的？恭喜丁哥最终获得了胜利。
我不要去奖励，但是我这样合照点赞啊。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我不要这奖励，风趣多彩。好，我不要这奖励，你还想脚真？来，贺老师已经说出了他的成语，他的脚艺术。站队对了，我们不合照点赞，我们就夸一下他的脚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吧？满目，他的脚还是什么？快呀，张哥，我完成任务啊，兄弟们！啊，我的脚什么任务啊？拍照啊，要跟他脚合照。谁说的？没听到吗？我怎么说？他的脚生龙活虎。我明明是第二名，我明明是第二名。他的脚多姿多彩，多姿多彩，多彩多姿。啊，他的脚胸怀八尺，像五孔呀，五孔。他的脚，幽默风趣。他的脚过目不忘，来吧，在哪儿呢？哪儿拍？和他的脚。耶，香的嘞。好出现的。翔哥，翔哥，你也要一起合照吗？我不合照，我在做。没有，我在那就一起吧。那都比个爱心。来啊，准备啊！举世闻名的比个爱心，比个爱心，你快，人家的脚都会比爱心。预备啊！来说三，香的嘞，香的嘞。